早，有有有，甘为铜钱做马牛，做人哪儿比做妖好，不怕阎王命不休。哎，你看，缘到福自由。大哥，真是有口福啊，指不定是从哪个山头上滚下来的。这桃倒是识趣儿。好个小猢狲，敢捉弄你爷爷，今日定叫你知道知道厉害。来多少次，总是改不了这胡闹性子。哎呀，发什么呆？拔根毛来拜一拜。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候你多时。真像。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，当年也是香火鼎盛，只可惜那场大火哟。后来呀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不记得此地，此地却是有些东西惦记着你，来者不善，小猴子自求多福。久不用，没成想这定身术倒还好使。既是跨过山来的故人，教你一招也无妨。来，速速把手伸来。写好了，日后遇到什么凶匪恶徒，只消用着手一指，心里默念一声定，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，你也可喘息片刻。只是小老儿道行浅薄，这定身效果不消片刻就会失灵，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，你全当是挣个傍身的手段吧。
如今这些小儿真是目无尊长，别怕，用刚学的法术与他玩啊。深浅的这么往前硬闯，只怕得吃大苦头。我且把你变为一只金蝉，你可顺着前面的火光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。小庙还有诸多神奇妙用，日后你自会明白。黑风山的后山重地藏着不少秘密，想四处探探的话，务必留神金蝉的存续时间。居然有几个酒坛，若是遇上穷途迷路之处，小神自会暗中提点，放心去吧。除了那条大板，其他老板都是些废物。大王要我们潜心上火，那经书怎么样来着？清修，又是只猴子。施主，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，如何？